包好来。三包四啊。来三包好，小姐。中这个就是干杯啦。伊就是三杯咯，即摆做生意，餐厅做个来个。三包卖无？三包卖四百，来三包好，小姐要来三杯咯。来三百块。有没有要吃结果贝啊？三杯肉，你要吃什么？赶快跟我讲。给、欸、来三包，不然给钱哦。要这两包就三包好的物件，给你。来三包肉，叫姐妹来三包好，我要炖排骨的。两包起来摆。好有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卖三包，真正吗？没走啊。来杯姐吧，三包。爸爸，这两三三下买了，两斤重哦，来三百块来，三百块结果杯，三杯咯，来三百块，中啊，哇，两杯这里，来七盒肉卷，它是带壳的三杯肉，你可以烤，可以煮汤都可以，这边的来三百块，最后两个人点，来炒成这也袂紧嘞，来三百块，结果杯三杯肉。300块哦，两包就300了，三包也是300，这一包也还送，还是300，来不用500了，三包过来给你，三杯肉弄准备了呗，三杯肉，通通，好谢谢，这东西怎么乱卖啊，这奇怪了，记得肉减有一点哦，来，春节希望，300块，60杯，来来，三杯给毛肉，这鱼短换是买，春节收两部啊。五块钱。七仔叔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最后一箱了哈、啊，五个客人，有几百？一个客人，这来没人吧？没钱，一百块我都100块，飞鱼暖花十台，五个而已哦。不要买200了，买100块。几个？来最后一位，花十台，100块。哇，弄没了啊！来四个就好了，弄完了，谢了，给分头。大麦克来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加细地点料，来一个三，一个一包啊，两公斤啊，一包两公斤大麦克，五块钱，开我八开四包，来三包喽，300块来这样一包，我懂，这一包两公斤呢，三斤我大鸡块的对吧？好啦，青菜啦，春节三包，变变的，这样一包300，真正作秀啊！对真正季节去三波来，以后我这样买一包来200块来大麦克，200块了，张叔啊，这收大地啊，这卖你这边200块不要买，收来啊、哦，来这样一包来200块大麦克，对了、哦，他们不会买，来鸡腿肉卷200块来，来200块，你来香蕉姐妹来大，不是大麦克，鸡腿肉卷呐，来200来，现在都涨价了，还在卖200块，这全家拢起价，这无完了人做呢。来七支八支，一支三十啦，八支二十啦，十支给你啦，这两支搁请你啦，来200块了。我讲的三十是还袂起价的行情呢，现在三支100块都买袂到啊呢，才12支啊。用煎的、用气炸锅、用烤的都好吃。来200块来，来10支、12支给你来。鸡腿肉卷200块，个人买袂到不？200，200，200。啊，今晚是要来，好，不要这边来，来200块来。不好意思，大姐，来100块啦，高鸡来，12支给你来。来200块，个人宝贝的吧，记得落去。都买到了吗？200块，都有了哈、哦，谢谢。我来不要你七记了。四个了，全包了。四个。阿贝姐，回击剑的来200块完了，手工的花枝卷来3个客人买就好了。回击剑来200块来，秋刚刚这多少钱？一记的八十啊，3记200，来7记哦，来5记哦，你啦，来200块啦，要快了。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先回去给200块，个人无买了嘛？这火鸡很饱，不对不对？先站上，来虾都花100啊，虾都花100。接下来这一串，100块，150。对，要不？来雪一坨刀来，要许我去先我断的。牛猪排。一定要断的。免500，来300块来。来200块完了，200块来，赶快拿钱呐、啊！这不能花200，再赚点点。有，来200块的，来200块的，也不要笑了。来这个，来雪一坨刀200块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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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来，这么快的，好的，解一头刀来200块。就在那里看。进来啊！我贵人啊，这样冷菜。我要九一大的，来冷包，够300块了。冷包，来200都拿到了哈，清蒸红烧糖醋。来，帅哥哥冷包，冷包，冷包，冷包。准备了啊！谢谢。冰米鸭对，一切冰的甲冰淡来，做一冰的。这一单我付啊。好来。科花鱿鱼来，这价200块我的，快来科花鱿鱼。这个已经科花科好了，你们直接下去炒，炒洋葱、炒韭菜都可以。今天一公斤没办法，我们点点炒。这边200块我的，科花鱿鱼200块。这边无货啊，这边无啦。拜三个卖一到，就无看袂着，看袂着这啊，来200块。一个客两袋哈，两公斤哈，两个咧炒菜都好食。没300，没500，来200块，来100块来，100块来，科花鱿鱼，两袋100，两公斤哦，来100块，科花鱿鱼，都拿到了没有？很快，来前面，来100块，来科花鱿鱼各几袋？红哥，哇，科花鱿鱼各，来我先大牌，大牌，进来进来，吹出来吹出来，别咩啊别咩啊，红哥快关掉，上来看，上来看，上来看，我先自修啊，上开始自修慢吧。来100块，最后三位喽。没有喽，来旁边大哥回来。啊，别去搞龙姐，我这里。来100块，最后两位了，多鱿鱼。真的太便宜了，来2片100块来，100块。龙华妹，多鱿鱼，100，龙庄妹俩。阿妹妹，帮忙妹妹了吧？来，土风金水出来。这鱿鱼去开鱿鱼，来虾仁，虾仁，谢谢虾仁，虾仁，来这边，虾仁，来虾仁上来，别接了，虾仁你也好，阿外落一斤啊，来，那一包我来，谢谢，来就要结一包火锅啊，来小姐要来，赶快，来花枝牌，刚才谁买的花枝牌？花枝牌，花枝牌，谁买的？来，小姐这边。来，花枝牌。来，阿姨的鸡腿酥我来。鸡腿酥，我来两片了，来300块我来。普通的鸡腿酥，来300块。对了啦，来300块来，一包一公斤，卖你阿公，两包卖我，把别只来，300块来，300块。赶快，赶快，这没有那么便宜的了。来，最后三位了，鸡腿酥普通的。来三大块，拢准备啊！是这种位，等下看。来柠檬鸡腿，这是柠檬的呢。这酱烧的呢。酱烧鸡腿排来200块。来六斤哦，你。来7斤，来8斤哦，你来200。酱烧鸡腿排，这个大斤哦，来200块。一个人80这么贵啊？来酱烧鸡腿排，够了没有？来200块来。最后剩下没有几个客人了，来不啊？来，啊这是柠檬的，来柠檬鸡腿排上桌了，上架没？进，两三三个人客人，两千两百多。柠檬鸡腿排三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，三个人客人来进来，200块完了。柠檬鸡腿排阿彪这边，来春节了，柠檬鸡腿排没有了。来最后一位了，来柠檬。